茶简单的来说就是用猪排骨、大蒜、酱油熬煮成的汤，普遍上分为潮州式以及福建式。肉骨茶清淡也好，浓郁也好，都要配一杯清茶。在本地以潮州式肉骨茶比较常见，福建式的比较少见。肉骨茶是享誉南洋的美食，让许多游客甚至名人趋之若鹜，在悠哉闲哉的氛围下慢慢品茶，喝着汤，啃着肉骨，或许就是能够补充精力的一餐了。近年来有不少香港人对肉骨茶情有独钟，还不是因为香港特首吃肉骨茶吃不到，反而吃了碗闭门羹。这也阴差阳错的让名气原本不小的店家名气更响了。黄老板，我知道你这个啊肉骨茶呢是从你爸爸那边学来的。对。那你的爸爸也是很有名的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跟你的爸爸买肉骨茶吃的。在黄家山那边。啊，黄家山，因为我就住那一带嘛，黄美松嘛。啊，黄美松。对。那么以前你们卖肉骨茶啊，跟现在卖肉骨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也差不多这样的。不过现在的肉骨茶比较胡椒粉比较饭多一点，以前它一片排骨它煮熟了，你要的时候它才来长一块一块，放那个汤给它煮滚了烧了就给你吃了。现在我们不一样的，我们一窝斩好好的啊，你来的啊，你我们就这样拿给你吃的。那个时候吃肉骨茶的时候有没有喝茶的？有。那么最早期的肉骨茶大概是集中在什么地区呢？金巴山那边哦，肉骨茶。那个时候啊，金巴山全部都潮州的东西压制嘛。有说肉骨茶这种肉骨汤，早期由福建人率先发起，也有说它是地地道道的潮汕小吃，源自俗称新巴沙，也叫潮州巴沙的雅林姆拉街巴沙。几番风雨变迁，如今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，往来的不只是潮州人而已。由于这里曾经是猪仔市场，也造就了这一带的熟食小贩活动。新巴沙拆除之后，许多肉骨茶摊位被迫搬迁到黄家山脚下，也就是喜街那一带。拥有将近80年历史的双喜肉骨茶就是其中一档。肉骨茶是我爸爸自己想自己做来的。那你爸爸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肉骨茶？他本来早来的时候是做孤立，做了这个没有事情就做这个旅店的厨师啊，然后。做那个旅店的厨师后呢，就来买巴布袋的。据高龄78岁的吴老先生说，他5岁从潮安家乡过番南来时，爸爸吴茂清已经在卖肉骨茶了。那你知道爸爸这门手艺有没有说传授给其他人吗？哎呀，这个人很难讲啊，不能够传授啊，有的人看了就会的。哪有可能看了就会啊？你看落什么煮了，你人家看了就知道了，你不用救的。汤头很重要的啊。汤头就是它用肉多煮起来汤就好了。向来低调的吴先生直说肉骨茶没有什么秘方可言，尤以潮州式的最为简单，蒜头、胡椒和酱青加上肉骨慢慢熬制。汤色如茶，却绝非是茶，吃时配以功夫茶来一解油腻。祖传3代的肉骨茶，让一些食客一吃就是半个世纪。这比我话吗？不话，你在酒上去点老红烧，这把嗰个茶又香又切脆。老顾客向我说着当年第一代老板多有性格，抽着大烟，漫不经心地做着生意的态度。肉骨和汤料一起熬过，吃的时候肉香四溢，汤头清淡鲜美，这就是80多年的肉骨茶滋味了。传了3代的肉骨茶，在老先生的眼里是再简单不过的一道小吃。老先生笑说，爸爸传下的手艺或是保留或是失传，不能强求。
有一种说法是，新加坡早年开埠时需要大量劳工，因此许多中国人离乡背井前来讨生活，大多数都是在码头做苦力，生活非常的艰苦，自然付出的体力也很大，肉骨茶因此应运而生。当时苦力和猪仔没钱买肉，只好买肉骨来熬汤来补充精力。先有潮州市还是先有福建市都有说法，都好像合乎逻辑，相不相信由个人来决定。肉骨茶其实这个也比历史上来追究会比较难一点，不过传说当然是潮州人先有肉骨茶，然后肉骨茶为什么看到潮州人的这个苦力工呢，他们做的真的是力气充沛，对不对？这方面呢，后来才知道，哦，潮州人是吃了肉骨茶。当然，他们呢，后来就自己呢，也来煮肉骨茶。不过呢，他们再加重一些药材之类的哈，变成他们的味道呢，更加适合他们的一些族群的这个口味。肉骨茶的名字以及起源众说纷纭。是不是有人将闽南料理以及潮汕的饮茶习惯做结合，又或者是我们的祖辈南来之后才研制出来的呢？我不禁怀疑，在祖辈们的家乡是否能够找到肉骨茶的踪迹。